7月27日，刘嘉玲晒出一组和侄子还有朋友一起去爬山的近照。刘嘉玲虽然已经54岁了，但身体还是相当让人服气，两条腿有长有细，简直不输20几岁的小姑娘。刘嘉玲的体力也非常好，攀登时毫不费力，简直和年轻人有的一拼。有粉丝评论：“嘉玲姐真是地道的登山爱好者。”我不害怕，因为我接受生命是生老病死，这是每个人都不可能逃避的一个经过，所以你接受下来之后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定律，你要去接受它。